保镖、梯子，看看这阵仗就知道今天亮相机场的明星们有多受欢迎。21日，包含 BAP、Big、蔡明等明星，为了参加在智利举办的音乐银行，经由仁川机场出境。今天首尔气温下探 ，Twice 成员顶着低温穿着春装亮相，小编都好担心妹子们会不会感冒。进入机场后 ，Twice 立刻被团团包围，在保镖重重的保护之下步入机场内部。每次出国，机场就像战场一样的 101， 在暴雪之中抵达机场。走入机场，原本有的秩序一秒破功，许多热情粉丝扑向成员们，简直就像在拍电影《釜山行》啊！拍摄的记者大哥们辛苦啦！